任务目标，护送三二三。你有新电话，接听还是挂断？接听。还有十分钟。时间优先。前方拥堵，预计通行时间五分钟。躲避拥堵。检测到你有注意力分散，请专心驾驶。你有新电话，接听。还有多远？我离目的地还有两个街区。我要拍照。华为智选车载智慧屏，行车新世界。